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oby， 继续来玩这个快打旋风 Cross 洛克人。好，我按一下秘技哦。稍微等我一下。哦、oh, ，OK， 好，打一下 Password， 接关密码。OK， 完成了。好，来对决罗兰特哦。好，罗兰特这一关呢，要小心啊，有很多的巴拉。好，我一开始就丢一颗巴拉过来，很多炸弹啊。好，我来开一下新影元武。小心！好，好，有命！对了，哎呦，好多炸弹！好，小心这个地板啊，继续前进啊。好呀。好呀。啊，直接过来啊。小心哦。敌人密度太高。好，来到这个升降机的部分。好，小心了。好，我钱不够多，有点少，不要紧。好，进来。好，来坐电梯了。有命。好，吃个大补。好，这里蛮讨厌的。好，到了到了，赶快出去啊！好，继续前进啊！好，打完了罗兰特，耍棍高手还会丢炸弹呢、啊！哎、哦、呦、哦，快死嘞！我干！妈的！好，我用特务跟他打，他怕这个灵魂卫星啊。好，这个就是这个啦，灵魂卫星。好，用特务比较快啊。好，放大绝哦，要小心，我丢很多炸弹。哦，又一次大绝哦，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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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帅！这次用特务打比较容易一点。好，胜利的音乐响起了，得到罗兰特的特殊武器。好，由丹来为我们示范这个特殊武器。好，就是。拔啦，有拔啦，好好，就是炸弹了、啊。OK， 好，这是罗兰特通关后的接关密码，有需要的可以记一下、哦。好，那下一次回来我们就打最后一个魔王乌莲了。好，那今天的实况就到这啦，跟各位说拜拜。